来把狂暴模式吧，要不行不行？咱们来把狂暴模式。狂暴模式来点水影行，来吧，想进就进吧，兄弟们。我换个皮肤，这也太卡了，关键是没有人，我得开了啊。没有人我就开了，什么狂暴啊，我是狂暴。你这手术玩狂暴模式，你可拉倒吧，狂暴模式是英雄上去打的，跟我手术有啥关系？我们又不用那啥，我们又不用上场打去。你说地牌啊，那不随便地吗？那地牌那不随便地吗？狂暴模式咔咔一顿地，给大家来一波300的办卡抽奖啊！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刚才这黑夜使者不给我办张卡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啊？这不版本答案吗？这都不掉血。有喇叭的兄弟可以来个来点喇叭啊，来点喇叭。哎呦啊，狂暴模式，怎么个意思啊？哎呦，他跑这么快，每个人20滴血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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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去，跑的都这么快。谢谢小熊啃饼干，感谢货1212。全是 money， 这不也要钱吗？爆炸第一问题啊！啊，这不也要钱吗？谁说不要钱啊？谢谢蓝炼汉的亲嘚嘚的飞机。没有利息啊，没有利息啊，那没有利息你们觉得谁比较狠呢？我觉得小恶魔狠，你们觉得呢？小恶魔行，龙族也可以拿啊。哎呦我操！龙族不行，我手里有武器，我就是道理。该出击了，我手里有武器，我们就无限地呗。
对呀、啊，一水小恶魔就全是恶魔就完了呗。等级高一点地呀、啊，不用，那不随便地吗？咱选哪个呢？这大剑呢？行。我手里有武器，我就是道理。行，大剑。那小恶魔，你们说这谁塞呀？克烈塞行不行？再把克烈干一手。两个巨杀，完了掉血了。积木 C 还没到积木呢。该出击了。先把克烈先来个巨杀，或者是火炮。巨杀，先给个巨杀，巨杀饮血，饮血玩意儿，出那上来捡血那个，反正从里面无限跳东西，你看着吗？一顿往上跳。来个魔抗的饮血剑，准备好了吗？锤子，哎，狂暴模式一回合升一级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向前骑行。两回合，赢了给不给1块钱？好像给哈、哦。赢了给钱啊，赢了给2块。哎，这是不是应该前期小恶魔，然后后期啪啪啪全卖了，然后拿个找五费呀、啊？来个泰坦可以，我觉得。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，直播间有个办卡抽奖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抓紧时间啊、嗯！我在全力发挥，那就是一切，不是吗？现在只有12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、嗯！
还有一分钟了，啊，只有12个人参与我们的抽奖。谢谢恩你说的对200，谢谢恩你说的对200。谢谢南宁汉的亲叉，亲爹们说吗？没关系。该出镜。我都习惯了。谢谢赌鬼陈刀仔。谢谢赌鬼陈刀仔。谢谢心念科，谢谢心念科，谢谢你来吧，微笑面对死亡，我要好好递英雄，你们少来，要不要我帮你递呀？不用，谢谢你。谢谢娘心少年，谢谢墨尔本琴596，谢谢华华的宝贝，谢谢西可晨。我手里有武器，我就是道理。谢谢有个耳朵，谢谢我的小柴猫，谢谢茄子高的胖毛猴。抽奖结束了，南宁汉的亲爹中奖，恭喜南宁汉的亲爹。我这克烈也太猛了，为什么你的亲爹中奖了他没有说黑幕呀？是谁到了？我跟他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，我这也不掉血，这有些人都要死了。准备好了吗，锤子？危险要来了！众骑兵，银马瑞饼。老母驹咱就不要了啊！我要宰了你！我克烈删了。你这个第一名很明显啊，是能干得过我的，因为我的克烈没升呢。哎呀，我克烈没升三，气死我了！本来这波我不用输的，来个瑞饼，这血太少了，就这么点血吗？八级咱直接再来个铁骑重骑兵，来个瑞饼就可以了。我要宰了炸弹飞人喽！他克烈，这小子。他要宰了我，我给你卖了。哎，这克烈打寒冰身上不打掉血能行吗？给我抡！你玩的是那个狂暴模式吗？嗯，狂暴模式。大头！相信未来是属于全龙类的。向前骑行。
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有没有瑞饼啊？给点钱。哎呀，凯南没拿着，但是瑞饼有了，可以啊。哇，四重骑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神盾。神盾还差一个，佛爷哥。这给谁呢？给瑞饼吧。我还差个积木，积木咋办啊？这克烈攻速这么慢，快下马呀！这克烈呀，我克烈一打五，失败了。哇，这啤酒人这么猛！炉灯给了呀，这不是炉灯，这是大天使。我决定所有的全部往后站，让克烈先被集火，先下马。我把这炸弹人换成那个积木就好了。这克烈怎么没人打呢？我这一地的小崽儿啊！哎呦天啊！快下马呀！他们都有积木，就我没积木。我天哪，剩两滴血了，不是吧？啊！哇，天使，狗五至尊呢？刺客狠呢？狗五至尊也行，你要非得要狗五至尊，咱也不是不行。我说实话，可以来狗五至尊。只要我手速快一点，这狗五至尊，妈啥也没有，玩个屁狗五啊！啊！还狗五呢？那哪有钱呢？那钱根本就不够用，直接一波 GG。哪有钱呢？啥也不是，实在是啥也不是。第二名，进。两神王咋的了？两神王神啊、哦，神王只能一个哈。哎呦我天哪！我其实已经知道这个模式到底什么比较猛了，兄弟们，刺客会比较厉害，我发现啊，刺客。